他从逐渐增加现金部位到积极卖股变现，而且卖低大持股。巴菲特准备要抄底了嘛？为什么要准备抄底？大一定会大跌，所以我才会有底啊！大家正在嗨的时候，他已经在准备银弹了，就说他已经预计他可能将来有危机入市的机会了。欢迎收看《Today才知道》，我是夏韵芬。最近很多人很关心股神巴菲特。卖了苹果了，苹果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现在有很多科技的龙头老板业者都在卖这个他们自家的股票了，是不是有哪一些的猫腻呢？我们今天好好跟大家来探讨一下。好，欢迎一下我们的好朋友股海观察家张宏昌张大帅，大帅好。云芬姐，各位观众大家好。好，其实张大帅到我们节目当中 很多次跟大家来解读巴菲特是这个股神的一举一动了。对对对。这一次要好好跟大家聊聊，因为他卖了苹果嘞，到底苹果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对，这次股东会很大的下课，大家很大的重点之一就是看那个他卖了苹果。然后我们看一下他为什么会卖苹果，来看一下其实我先从股价来看第一个。最近很夯的那个美股七大巨头，我把今年以来的报酬一排出来，第一大当然是辉达 Nvidia， 今年的报酬有80%。听说他又要来台湾了，大家好期待啊！皮衣啊，大家穿个皮衣来啊！但是你会看到苹果，它是倒数第二，它就赢特斯拉而已，而且它还被大盘打败。你看这边道琼同时间涨4%多，有没有？纳斯达克涨8.9%。S&P 500涨丢9.5%，去年苹果还有40%以上的报酬率，就今年是负的。到我们录影时间的时候是负的，所以呢，你看看我们看一下这个华尔街一个概念股的变化，我们来看一下2017年的时候，那时候不是流行尖牙股？那尖牙股里面呢，就有苹果，有没有？有没有？那时候脸书、苹果、亚马逊、Netflix 还有那个谷歌嘛，对不对？2013年科技七巨头就这七只啊，也有苹果。那今年呢，开始流行什么 AI 5五档 AI 股。哎，有没有？有那个辉达微软超微台积电进去了，博通，那没有苹果，没有苹果。你看华尔街现在也觉得说苹果不行了，所以你看从股价的表现，你可以看到，包括华尔街关心的一个股票部分，今年也没有苹果。那苹果真的不行了吗？苹果出了什么问题？对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巴菲特所以巴菲特现在卖股票你看我们开头卖，去年第四季的时候，那时候是小卖1000万股啊。那时候新闻都就一笔带过，因为就减码1%而已，大家想说啊，可能想那稍微卖一下而已没有什么大不了就没有注意。那时候换了20亿美金啊，今年第一季就不一样了，他一口气就减少了持股13%，那这一次就卖了1亿多股，那套现了200亿美金左右。但当然会有人问股东会就会有人问说那个为什么你要卖苹果因为这是第一大持股，你不过叫第一大持股嘛？他说今年的企业所得税，美国企业所得税21%嘛，以后会更高。你们应该不介意我今年卖一点嘛？假设以后税率会更高的话，会高。但是就有人提出质疑了，就说：“那你为什么不卖抱了30年以上的可口可乐跟美国运通呢？”而且最近还有一个讯息，就说他新增的安达保险这一家公司。那他喜欢可口可乐啊？哎呀，对对对他不喜欢苹果。问你为什么卖他嘛？对不对？所以你有原因了嘛？所以这个是他的理由之一了但市场就会去解读说为什么你要卖嘛？第一个，他就会讲说：“的确。”苹果现在也不便宜了，本年比27倍。然后第二个 ，iPhone 的确最近6季呢有5次的销售是不好的。而且大概最近营收还减少10%。这 iPhone 占苹果营收有50%，所以是很重要的一个产品。然后第三个，的确它不是一个 AI 的概念股。对，比如 AI 概念股它有点落后，进入落后。那现在就看6月开发者大会能不能推出比较有 AI 概念的一个手机是大家比较期待的。那库克那时候也有去那个伯克夏股东会。那当然就会有好事者问说，不过现在卖你的股票你怎么看尴尬他没有，他就说他就4两拨千斤，他说有波哥下这样的股东是一种柔性4两拨千斤就带过去了不过他没有正面回答这大人物好会说话对对对，那我们看一下巴菲特所讲的加税有没有这可能，有还是有可能的我们来想一下我把拜登最近的一些讲话我们要整理出来他在3月7号的国情之舞他有提到他要提议加税因为他说我们要税法改革，第二富人要开征为实现资本利得，要提高企业最低税率，另外呢股票回购税然后增加到4倍那他的确有加税打算然后另外呢他之前也打算把企业的税率呢从21%增加到28%只是因为什么参众议院的议员大部分尤其是共和党他们就不认同，所以这部分呢就没有过关。可是你们看到美国的债务它其实是
一直节节上升嘛，哦，占 GDP 也不用节节上升啊。哦，川普呢2017年的那个减税法案大家记得吗？那时候川普很喜欢减税嘛，哦啊，做多那个股市，哦啊，那时候这个相关的减税法案呢在明年底也会陆续到期，也就是说拜登就算没有任何作为或新的总统没有任何作为的话，这些税改到明年底也会到期。哦，那可能会有人说那现在川普的民调比较高一点啊，那万一不是拜登当选，因为拜登想要加税嘛，哦，那如果是川普当选的话那就不一样啊，因为川普很喜欢减税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最近经济学人有一个很大的标题来刺激美国的债务快爆炸了，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年美国国债的拍卖已经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观察新闻，哦，所以就算川普当选的话他也不得不面对，哦，美国高达34兆美元的一个债务了，哦，好，所以加税的可能性大概危及到苹果跟这些重大重度，他们认为要现在先卖的话，因为企业所得税如果增加的话，对企业的获利会减少，要现在先卖再说，这是巴菲特的理由，但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他自己没有讲的，其实我整理出来就说苹果最近真的是一堆麻烦事产生，就说他最近寄出1100亿美元的那个库存股，对，史上最高，我看他股价也是这样抬不起来，动不太动了，你看那个第一个就说 iPhone 销售衰退嘛，哈，你看我这边 iPhone 它的占它的营收有50%以上，好，有没有？然后 iPad 成长也有限，好，现在很多人已经没有那么多人在用 iPad 了，啊，另外呢，那个 Vision Pro 就是那个头戴式装置呢，叫好不叫座，因为很贵，可以给它10万块以上，哈，啊，准备10年的 Apple Car 突然宣布停止，另外那个所谓的 Apple Watch 这个，新的 Apple Watch 也延期问世，另外呢，它还有官司产生。那欧盟在3月的时候给他重罚18亿欧元，而且还有一个数位市场法案呢，要求哈，你苹果呢不能说人家下载 APP 都只能透过你的 APP Store 下载，对，那个消费者要从其他管道下载也是可以，这部分就会影响到苹果的软体的一个收入。你看看软体的收入，我这边有整理出来，它市场占营收比重只有20%多，好，有没有？但它毛利率高达70%，好，占整个获利有将近40%，好，这部分影响很大。另外呢，美国司法部呢还提起垄断调查，而且已经起诉了，包括在 iPhone、iPad， 因为它有很多规格是自创的，自己规格，像以前插头嘛，还有这些规格这样子，会让对手无法竞争，这都是潜在一个官司的危机啦。另外呢，一个苹果救台湾的时代过去了，你有没有发现可成、和硕、伟创都已经淡出苹果供应链了？为什么要淡出？因为无利可图，他们就觉得苹果时代已经过去了。所以发现苹果接下来面对的危机和面对挑战其实不少的，那我们看一下巴菲特在卖股票，他有一个风格，他会一直讲好话，虽然边卖，可是他会一直讲好话，他会讲这家公司的好话，他不会批评，不太会批评。然后第二个，他也不会告诉你原因，真正的原因啊，这就是因为大户要卖股票，比较有难度一点，有门槛一点，所以他在讲话上面会比较羞耻啊。我们来提一下，过去有一档股票叫比亚迪。这让他赚30多倍吧，那而且前几年卖比亚迪啊，你会发现我把它整理出来，他从2022年下半年开始卖比亚迪，而且从将近20%卖到剩不到5%，就不用申报，已经到不用申报的地步，他一路卖，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表格，他一路卖，他在卖的过程当中呢，包括蒙格跟巴菲特都一直在讲比亚迪的好话。你看2023年2月，蒙格表示和比亚迪相比，特斯拉相形见绌，更愿意投资比亚迪，但是当你在卖股票啊，然后讲这个话，廖老师还讲这句话，对对对。然后到2023年4月的时候 ，CNBC 的采访，巴菲特说表示能看好比亚迪。你主持人就问说你为什么要卖比亚迪嘛？巴菲特说我仍然看好比亚迪，不会急着减持，不会急着减持哦。其实事后是一直急着减持啊，哈。那2013年5月的股东会呢？哦，蒙格坦诚的确比亚迪股价已高，但是不代表不看好，这不是有矛盾吗？但还是在卖，但是还是在卖了啊，哦。那比亚迪是一家非常了不起的公司，然后发现，然后2023年10月的时候，蒙格首次上 Podcast， 他有提到能看好比亚迪，他已经不知道卖几次了，能看好比亚迪，我是铁粉，王传福比马斯克 更懂得制造，不是讲好话，你有没有发现？有。那11月的时候 CNBC 呢，巴菲特都表示呢，我卖比亚迪，因为他卖太多次了，人家都会问他，他说我卖比亚迪其实就为了 我把钱投到更好的对象，然后并不急的卖剩下的股份，并不急于啊，第二次还这样讲，但是还是在卖了，另外呢，在这一次的访谈当中，他提到库克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管理者之一，苹果的产品粘着度很高，卖出苹果是非常愚蠢的，可是他已经卖了，他就卖了两次了，他卖两次了，所以这个他们都会讲好话，另外也不会告诉你原因，这样子。所以你看到比亚迪，我刚提到那个他的持股其实是一路降的，跟他讲话是
不太搭的哈，不太。哎、欸，那他为什么要一直卖呢？换那么多现金200多亿要干嘛？对，我要讲的话，除了苹果可能它的瓶盖股或者苹果将来的未来性有一些不确定性以外呢，另外呢，我发现巴菲特呢在持股方面呢有做一些改革。嗯，引用这个表格，你看到他之前的现金部位哈，是慢慢增加，但是这一季就突然跳上去到1890亿美金。嗯，所以我这边下一个标题。他从逐渐增加现金部位，到积极卖股变现，而且卖第一大持股，因为苹果是他第一大持股，曾经占持股比重50%嘛。好，那巴菲特准备要抄底是吗？为什么要准备抄底？要准备要跌了吗？对，要先跌才会要抄底，危机入市嘛。因为巴菲特最擅长就是危机入市的。现在台股，你看之前创新高，美股可能也要创新高了吧？对，它一定会大跌，所以大家才会有底啊。大家正在嗨的时候，他已经在准备银弹了。就说他已经预计他可能将来有危机入市的机会了。好，那我们看一下他的现金部位呢，1891亿什么概念呢？可以买下，持股比重超过30%了。好，他可以买下什么？整间迪士尼，或是买下整间的麦当劳，或是买2间星巴克。这现金部位大不大？大，大了，大了。好，然后第二季他还说，他预告我第二季末的现金可能会拉升到2000亿美元，这代表什么？继续卖股票。对，而且他苹果可能会继续卖，对不对？啊。那他说除非我们能够做一些风险很小但是能够高获利的事情，否则呢我们不会暂时不会用到这一笔现金，就表示他留现金嘛。好，啊，另外呢他看过各种投资选项跟复杂关系，他没有讲什么复杂关系，可能是国际关系，他说现在持有现金比较吸引力，所以他可能看到什么但不愿意告诉你。对，他可能看到了市场有什么样的下跌风险，对对，他潜在危机他不愿意告诉你。好，啊，另外最后一个就是说他现在现金呢都持有短期公债，好，三个月比报酬率大概5.4%了，但是他提了一句话，就算现在报酬率只有1%的时候，他还是持有债券，他不会说因为1%，他不是因为报酬率考量而持有现金，安全，而持有短债，对他为了安全，所以这个他的想法就不一样，他从逐渐慢慢增加现金部位到积极变卖股票变现这样子，我们这个套路完全不一样。大师的所作所为，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或看到什么？对，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四个结论。好好，第一个。很多人在思考啊，大户的行为都是用奈米户的思维。嗯，其实大户啊，都比较规模很大，比如说几万张的进出了哈，或是一些比较大的主力，或是银行保险的进出的时候，他们买卖股票跟我们散户不一样啊。散户可能按个键你就出清了嘛，或者按个键你就 all in 了嘛。那他们卖股票是庞大部位，像刚刚比亚迪嘛，他要卖多久啊？对呀，他要卖很久，而且他不能让市场太过恐慌。对，他会卖了5、6、7、8次。对对，他卖的时候他一边讲好话嘛，才不会让市场恐慌下跌，他卖不到好价格。所以呢，我说大股东说什么，你还不如观察他做什么。包括我们上市柜公司的大老板，我常常观察哈，他们常常说我的股价太委屈了。对。但是都是用嘴炮护盘，但为什么不下去买呢？对对对，他都说太委屈。可是你会看到大股东一直讲股价太委屈，但是股价一直下跌。哦，对，这就是你还不如看他有没有做什么，有没有买股票。有没有买股票，或者说大股东常常讲说，哎，现在景气好差，但是他的持股比率是增加的，哎，那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你要稍微观察一下。第二个，美国债务呢或加税的议题呢，可能在11月总统大选之后呢，变成一个不得不面对的课题，这个是因为选举前大家不会提到这个嘛，那选举后这个潜在的问题可能大家要注意一下。好，第三个，苹果的官网已经淡去了，好，要有 AI 才有故事，鸿海就是一个例子。鸿海之前在瓶盖股概念的时候，它的本益比什么只有10倍，后来搭上 MGB200 的概念之后呢，它的本益比现在拉到15倍以上，拉到15倍以上。所以鸿海就是假设用 AI 概念股来解读的话，整个股价的本益比就会往上走。好，瓶盖股呢，如果你现在抱有瓶盖股的话，它现在本益比可能会一直往下走。好，另外呢，保留一定的现金比率不是坏事情。很多人就是知道危机入市这个概念，但是呢，真的要危机入市发现什么？你手上都是没有钱，没有钱都是套牢股票。哇，那你要危机入市，你说力有未逮的，这集有很大的启示，要看大师怎么说怎么做，然后大帅已经点醒大家了。好，我们谢谢我们张大帅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拜拜。还喜欢今天的内容吗？别忘了按下方的爱心，并且分享给亲朋好友，也欢迎订阅节目频道，就不会错过新片咯。 Today 才知道，天天带你掌握全方位的财经资讯，每周一至周五 Line Today 的理财影音分类准时上线。